我忘记时间了。OK，好，大家进回来了已经。啊，还有我该再讲到哈，还有一个讲到很刺激，我忘记掉时间了啊。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 Sukatan Serakan 啊？Measures of dispersion。其实讲真的哈，这个东西呢，我教你是因为哈，它不会没有用到的，大家上大学反而会用到这一个东西。你要理解这个概念，其实电脑会帮我们算的，在我们大学用到的时候，可是我们要理解它的意思了，不然你的大学那个研究报告写不出来。OK，以前 Form 1 to 3的时候，我们学的东西叫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Tendency 啊，Sukatan Memusat，它叫什么意思啊？你看 Central Memusat。就是中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的意思，对不对？测量中心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数据，你现在要想的是数据啊，大家，数据是现在最新时代最需要的东西来的，对不对？哦，你有听过吗？哦，什么数据，什么数据啊？哎，人类的数据啊，像 Facebook 啊这些东西啊，WeChat 啊，为什么是免费的嘞？啊，因为哦，你就是那个商品，你听过这个东西吗？哈，为什么我们用这些东西是免费？你就是那商品。啊，这么我们是商品，还他我们提供了什么？我们提供了我们的个人的数据，你知道吗？你会发现好像有些online 的东西啊，好像 shopping 也好啊，你 shopping 的时候，你常常按的东西，它会一直弹出来给你看的。哦，你看到什么广告？如果你持续看久一点，他就知道，哎，这个人啊跟这个广告是有一点关系的。所以你就是那么多人的数据里面的其中一个数据嘞。他改天就会把类似的广告推给你，非常有效率的这一个方式，哦，所以这个数据呢，他就让他这个公司可以赚钱，他用这个数据来卖广告给那些人。你们要打广告吗？我们有很好的数据啊，我们知道谁喜欢哪一类型的东西，我们会把有关系到的广告推给他。OK，所以现在数据其实对现代人更加的重要了。OK，或者是讲回简单一点的。啊，在马来西亚的数据，哦，现在 COVID-19 的数据怎么样？哦，平均年龄是多少啊？或者是等等的啦，这些你看呢、啊？其实刚才我讲到的平均就是这两个的其中一个啊。说测量中心的，就是最中间的是谁呀、啊？最中间的人几岁？OK 啊，平均是几岁？你看平均是不是在找最中间的感觉，对吗？啊，这些都叫 central tendency Mamusa，所以这个东西呢，Form 1 to 3我们学的就是 mean，马来文啊，我写啊，mode median。如果你有印象的话，OK，mean 是平均，mode 是出现次数最多的，最多人的，比如说最多人中 delta 还是 alpha 还是 beta，也不是有 alpha beta 啊，我忘记哪一个了啦，我只是记得 delta 罢了。现在那个 COVID-19，那个是最多人中是哪一个 mode 咯？median 是最中间的啊，最中间的年龄也可以，最中间的看是什么啦？OK，median 最中间的啊，英文也是叫 median 这个，那个叫 central tendency 啊。现在我们学的 form four form five 的呢，是 disperse 多少，它散布开来多少，离中间多远，离开中间多远。大致上它是这样的意思，你可以查它的华语的，我不知道它正确的华语是什么了哈，我只能跟你讲它的概念就是这样，说它也是不止一个东西啊，它有好几个东西啊，那个 variance 啊，standard deviation 记得吗？啊，好像呢，graph 也是有关系，如果我们画出这样的 graph 啊，就是讲哦，啊，比起这样的 graph 啊，你看啊，哎呀，有点不是很。OK，你看啊，这样的意思啊，就是哇，我很多人集中在中间呢，哦，他只是到怎么说，他数据很短吧？这个哦，哇，中间的人其实散布很开来，哎，哦，啊，不是全部人都集中在中心，大家来蛮散布开来的感觉，所以这个叫 measures of dispersion 啊，Sukatan Serakan，OK，所以 Form five 的就是我们要看一组一组的话怎么算了哈，这些呢我们过后再看。就之前的 formula 还是有用回的。好，
现在大家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一个先啊，这一个我们填一下，其他的你可以自己填掉它了 ，OK？ 可能填一两个啦，哎，不过我觉得可能要填一下。Okay, class interval, salon class， 你知道好像这里哦，12到15下一组是多少？你懂哦，这个哦应该是没有问题，对不对？啊，我们填着去啊，你可以跟着一起填啊 ，OK？ 所以15肯定下一个是16了啦，它相差。它加3对不对？所以全部加3咯 ,16, 然后17、18、19哦。是啊 ,20 到23咯。OK? 24到27哦。28到31。是吗？不过啊我有个问题要问啊。请问哦每一组啊有多少个人啊这样。不是多少个人 ,sorry, 每一组有多少个号码啊。这样的话代表每一组有多少个号码、这个加三加三加三不用写了哈，你会发现它不止3个号码，还有4个号码的、okay? 有一个题目它会问你哦，它的那一个size， 这个叫 class interval， 就是写出来罢了。如果它问的是 size 啊 size、马来文是这样 size， size of class interval 啊是4，你知道吗？全部人注意啊，我看应该后面会有的，不过我要你知道一下这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是4而不是3哦，知道哦，因为12，你看12到15 ,12 也要算在内 ,15 也要算在内，所以你用手指算你就算到了 ,12,13,14,15, 是不是有4个东西啊？所以如果他问到 size of class interval 是4而不是3啊，你不要直接减啊，我跟你讲。你可以减然后加回1。全部人注意啊 ，OK， 你可以自己写一下一个小笔记啦 ，OK。所以这些我相信应该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自己做一下啊。我直接给你答案吧 ，OK。这个是全部啊、你加气加气加气罢了咯哈。你加气代表其实还有八个东西咯 ，size 的话就有八个咯。有时你不确定，用手指算啦。以前我是这样的，真的很怕死，知道吗？其实你已经知道了，你减一加回，你减掉它22减15加回1就是了。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感中嘛、在考试的时候尤其是那种2加1也要按 calculator 的。2×6确定它是 6, 2×3、确定它是 6, 考试要额外小心啊，就用手指算，把你喜欢哪都可以。OK, 这个是 3.0 到 3.6, 3.7 到 4.3。4.4到5.0，5.1到5.7，我看我不要浪费掉这些题目，它的 size 我也是写在旁边给你参考啊 ，OK？ 这个是7加1，8喽，15、16、17、18、19、20、21、22啊，你用手指算算到，可是小数点 size。这是 0.7 来的 2.3 2.4 2.5 2.6 2点，其实呢怎么算呢、真正来讲还是这样的，我们要拿那个 boundary 来算的，怎么算 size 啊，如果是小数点、我们要拿 boundary 来算，这里的中间是 2.95， 这里的中间是 3.67 3.67 是吗？哎 sorry 我在写什么 3.65减掉 2.95 0.7 对，这个就是它的 size 了， size 是用 boundary 啊，那个那个圣巴丹来算的，小数点啊，下面有题目我现在看到了，不过我只是不想要浪费这些吧，我就顺便、在这边写给你啊， size 小数点的 size 啊，就算不是小数点也是这样算的、真正来讲呢 size 是用这个来算的 OK， 我给多大家30秒左右啊，超不及跟我讲30秒我要擦掉了，
OK，OK，okay. Okay, 我们看一看呢、啊。说、so、他讲啊、determine 啊那个 size 啊，the size of class interval 啊，这个是什么呢？啊，他讲 appropriate class intervals，大家这个也是 Form Five 的一个啊比较 Form Five 才有的题目。size 啊，你的重点在这边啊，如果有 print 出来的值啊，你画一下 appropriate class interval，sorry，不是 size。是让 glass 讲 size 适合用多少？OK，讲成这个蛮是逻辑性的，不过有时它很接近，说、so, 有一些些有一点点 rules 啊，我们可以一起看，就是到底啊，我要用每一格三，就是加三加三加三呢，还是加五加五加五，还是我要用加十加十加十这样嘞？我们就要看了，首先。你可以找一下哈、哦，它的你可以用这个 formula 啦、啊、，size surround class，size of class interval 我要用多少啊？我们拿最大的减掉最小的，然后呢，看我想要分几组，他会给你的啊这些。如果还没有给你呢，好像大学啦，我们自己定了，我想要分几组，我的这个研究啊是为了什么？我分它十组有用吗？可能没有用诶，是不是？哦，我自己想要分几组，我要看我的数据的。OK，所以呢，拿最大的减最小的，然后除想要分几组。OK，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一起 try 啦。最大是哦，最小，所以 size 我写埋文啦。OK，你可以用英文的 size surround class，我们要先算 size 先。Size of class interval 啦哈，二五减掉一，最大减最小除五了。他讲我们要分五组，OK，就是4.8，对不对？你就要找接近的。那所以他就写讲啊，接近五，所以适合的这个 interval 啥、啊、是每一组五五啊，它的 size 啊。所以如果从一开始呢来。Salang 说答案是这样啊，class yang sesuai，又啦，适合的是什么？哈，英文啊，the appropriate class intervals are 从一开始咯，一到。大家一到五还是一到六？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罢了。每一组要有五个啊，说一到五还是一到六啊？第一组，我们要把每一组都写出来。一到五还是一到六？看哪，一到五啊，对，一到五。然后你下一组就六开始，六六七八九十啊，你可以用手指算的，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你要对的话，你就只是加四，只是这个方法呢，只是用在没有小数点了，有时有小数点就比较麻烦了，是不是哈？OK，六到十，然后11开始啊，到15啊，还有一个方法去大概啊 double confirm 的啦，OK，多数啊多数啊，你会看到重复的 pattern，一到五，六到十，11到15，16到20。二一到二五啊，重复的 pattern，你明白我讲过吗？不一定是两个两个啦，有可能三个三个，或者是四个四个，它会有重复的 pattern。所以如果它是四五个，你就看不到重复了，也有这样的可能。OK，如果它不是很大的话，你会看到很多重复的 pattern 啊，就 OK 咯。所以这个是你要写到25的咯，或者是大过25一点的咯。二一到二五，说它最大是25吗？你不用再写了，可以了。这个就是适合的 class intervals，考试它不会这样出，但是它会要我们找，到最后叫我们自己画 graph。OK，我们就要自己分出来一二三四五啊，我们要用这个方法了。天啊，擦掉啊，来不及跟我讲啊，我可以 undo 那个东西的。OK，这个呢，我讲一讲 A 跟 Donkey，那 B 跟 C 你可以自己做掉了。OK，
hard 是什么来的，其实你可以参考第一个 example 就可以了。 limit 啊，这些词我跟你讲全部都很重要啊， OK， 因为我们要看 formula， 我们学来纯粹是为了看 formula， 不过你很熟了过后啦，就啊 formula 你都不用看了的， OK。 这个是说、so, 什么是叫 limit 呢，什么是叫 hard 呢，就是这一个啦，直接哦。bawah 就是小的那个， atas 就是大的那个，所以这也没有问题哦。 OK， midpoint 啊，midpoint 要拿这两个来除二，加起来除二。midpoint 要拿 limit 加起来除二，两边的 limit 加起来除二，这几多啊？四三点五。OK 啊，这样说说这个哈、哦，可以讲是一组的了哈，比较你可以这样归类一起看。这个要一起看，因为这个要需要到 boundary 的 boundary 生八蛋就不一样了啊。生八蛋是什么呢？四十的之前，四十跟之前那个号码的中间，之前的号码可以预计应该是39，对吗？中间就是 39.5 啊。你理解我讲什么吗？说是39加，真正来讲是这样写的啦， OK， 四十除二。不过通常我们没有写的，这个我们直接已经知道了，可以不用写39.5。OK， 圣巴旦 atas upper boundary 就是你预计到下一组应该是48开始，对不对？47跟48中间咯，47.5咯。不过如果你可以写给自己看这个 ，OK， 除二，所以是47.5，拿到这个 boundary 了才能够做这个啊。size 刚才的 size 是这样做的，其实是就是大的 upper boundary 减 lower boundary， hard 啊 sorry， 圣巴旦 atas 减掉圣巴旦 bawah， 八来的。 OK， 你会觉得这么这样多余的用手算都可以啦，还快过这样，对不对？44414344545678完了啊。可是如果是很大的数据或它是小数点，没有办法，你一定要用这个方法的。所以我们纯粹在学这个方法。OK， 至于它、如果它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好像你真正在大学做的那种研究，很多小数点的，我们就要用对的方法了。OK， 大家做这一个啊，然后哦，给我 midpoint 和 size 的答案，两个答案。做一下小数点的那一题啊，然后你可以给我两个答案就可以了，我们就知道对不对了，对不对？给我 midpoint 还有 size。 我开苍蝇，算一算啊，做动机。有吗？有答案吗？ midpoint 还有 size of class intervals。 OK， 我知道有人会在犹豫那个 size of class in， 因为那个 boundary 不懂怎样做，对不对？所以我讲的你要想象一下 boundary 啊，这个的前一组应该是多少，应该是 6.0， 对吗？这个的下一组的号码的起点应该是 7.0、哦、我先跟你讲这个先啊， 6.1 的前面一定是 6.0 咯， 6.9 的后面一定是 7.0 咯。
所以这两个参考一下。OK，OK，okay. Okay, 我看到一个，你们的 boundary 是多少啊？刚刚给我的两个人啊，OK，给我你们的这个 boundary 的答案，哎，有三个人。这个 lower boundary 还有 upper boundary，注意一下啊。OK，所、so、以这个是6.0加6.1哦，除2，是吗？确实还多一个小数点出来。你看刚才啊，没有小数点，它变有一个小数点；现在有一个小数点，它会变两个小数点出来，所以是6.05来的啊。OK，啊，这一个呢是6.9加它的下一个7.0哦。除二，所以还是6.95来的啊。所以呢，刚才给我答案的啊，前面的几位 double check 一下 size of class interval 啊，没有到一啊。对，如果你的 size of class interval 到一，就是讲错了啊。你检查一下为什么？你看回去这两个东西。OK，这个 lower limit 跟 upper limit 应该 OK。midpoint 就是他们两个加起来。除二，6.5来的。所以这个是不是0.9啊？所以6.95减掉6.05啊，0.9来的。OK，这个我也给你们答案，这样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给掉你们答案哈。哎，这个。这个我看不用，我给掉你们这些答案啊，你可以回去 try 啊。OK，就这样，因为其他的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不要变去 e，不用进位的这个，所以那个 size of class interval 哈，有时确实是我们一开始会比较乱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一题，小数点它的 size of class interval。注意啊，这里的两个我也是给掉你们啊。这里因为它没有那个什么啊，所以没有小数点应该比较容易哦。所以这个表拿来做笔记。OK，everybody，写完了吗？我擦掉了啊，来不及了，现在跟我讲啊。我教多一个东西先啊，还是在基本的，其实就是 cumulative frequency 哥哥拉班龙果干，OK，所以哥哥拉班龙果干就是累积的 frequency 啊，累积这个的意思是累积的啊，龙果干啊，cumulative，所以 frequency 就是出现的次数，好像这个是重量啦，吼。啊，这一组的重量四个人，这你们会看啊，没有问题了哈。这一组的重量9个人，这样累积的哈，你算到后面那个总最后的数量啦，一定是那一班人的总人数来的。所以如果是说这个是一班学生，你算到最后那个呢，一定要跟那班学生的数量一样啊，因为它是累积的嘛，对不对？OK，说怎么算呢？哈，为什么这个都要学啊？因为不是那么直。直不直接？其实还好了，不会难的哈。就直接啊，我们从 A 开始算起吧。A，OK，啊，我们拿，说第一组有两个人，第二组是11加两个人变成了，说2加这11就变成了13咯。哦，13个人再加下一组就变成了38咯。38再加下一组啊，变成了56哦。56再加下一组就变成了。
记得啊，四啊五啊65，就这样罢了。所以有时呢，这个啊，我们会 double check 啊。啊，因为题目他会讲了总人数几多个人，很多时候他都会讲，我们就 double check 哦，算到来啊，确实是65就安全了。如果你算到最后，诶，跟他总人数不一样，他讲100个人，你没有100啊，可能就有问题哦。OK，所以这个很容易啦哦，你不用画那个 zigz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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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不用的不用的。23、38、56、65啊，这个叫 cumulative。等不及超过我讲啊，我可以 undo 的，可以吗？这个，说、so, 第一组有12个人，12加下一组啊，看答案了，29个人，29加下一组四五十二，52加下一组六71，71加下一组76，OK，我给你做一题啦，最后要算到155。最后啊，要算到，哎呦，应该不要讲这个嘛，吼，我应该问你最后是什么？不要紧啊，你算看啊，看一下最后是不是155，算得到就是了。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罢了。学完这个基本的先，啊，try 一下后面是不是到155。算到哦，OK，OK、okay. okay、啊，我给掉它。大家如果再算的话，所以第一组就是25个啦，加36就61，61加47就108哦，108加29，137加18，155。对了，好、哦，就这样，OK。这个也还算是基本的，大家，这个你们也可以去做调查。不过啊，大家，下一堂课呢，可能你要开始准备这个 graph paper 了，这个确实有点点难画在里面的，准备一下 graph paper 啊，大家。OK，如果没有的话，没办法啦，你就用这样。我知道现在要出去买东西很难的，没有的话就没办法啦，就 try our best 啊，不能也没有办法。OK，我们就理解你画在自己的纸上。OK 啊，因为我知道有时你的学校要用到你不够了啊，这样不要紧啊。有的话你就准备一下。OK 啊，大家我们今天到这边先啊，下一堂课见啊，拜拜，everybody。不客气，拜拜。哎，明天明，这样快的。